水晶吃紧的情况，中国大陆正面临更严重的危机。来看到中国云南地区，有的乡镇水库已经见底，村民和养殖牲口饮水困难，村民只能背着年幼的留守儿童，牵着牲口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拉水回来吃。干旱还造成农作物减产，估计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过亿元。已连续四年持续干旱的云南，最近灾情日益严重。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江义乡海子边村多处蓄水池因旱情严重，已干涸见底，其中包括一个库容八万立方米左右的水库也已见底。据了解，元谋县内已经有约半年没有下雨，境内的六条河流断流，江义乡则有约一百四十多天没有有效降雨，造成村民和牲口饮水困难。 全乡三千三百八十亩水稻因为干旱没办法播种，约十六万亩农作物受灾，经济损失达九百五十点九万元。我们意思是吃的是井水，井水都没得了。我们一八年多了八月初子下了就没有下了，什么解决的措施？不解决啊，那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由于缺少有效降水。 遭遇四年连续干旱的云南省甘蔗主要产区红河、玉溪、临沧、保山等地受旱严重，从而造成甘蔗大面积减产。有业内人士担心，如果干旱继续下去，甘蔗减产严重，将有可能直接影响糖业市场的价格。我说过你们听，知道有点不好吧，觉得还是你们自己亲自过来了解比较好点。对于云南连续四年干旱的原因。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专家分析，气象干旱是根本性原因，但也不排除人为因素，例如农业水利工程不足和生态水文系统遭到了一定破坏等因素。新唐人记者易如、邱其新采访报道。